西瓜宝宝学画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画两只可爱的小青蛙，青蛙妈妈和可爱的青蛙宝宝。圆形的工具，来给小青蛙画眼睛，一个圆圆的眼睛，再来一个圆眼睛，青蛙的眼睛，中间给它连起来，旁边左右连成一个弧线，右边也画一样的，哦，把它们连起来，这里小青蛙，小青蛙的身体，小青蛙的眼睛，它画一个向上看的眼睛，因为它妈妈在它的左上方，一个大半圆的眼睛，它涂上黑色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注意位置，如果这个眼睛画到了中间的位置的话，那么它就好像是在看前面，而不是在看上面。青蛙的小鼻孔，两个小圆，画一个大大的 U 型，先点两个点，确定位置，然后再给它画连起来。嘿，小可爱，啾啾啾啾啾，啾啾啾啾啾，到时候记得要画腮红哦，还有小青蛙的肚皮。画他妈妈咯，他的妈妈肯定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试试在这儿直接画一个圆吧。一个，两个，哦，中间连起来。左边弧，右边弧， okay， 身体弧下来，肚子，青蛙妈妈的眼睛呢，也给它加一个眼皮，在这个眼睛上面画一条弧线，眼睛上面画一个弧形的分割线，那它的眼睛就是看着它的宝宝，所以它的眼睛在下面的位置。给它加一点，给它加一个眼睫毛，okay， 鼻孔，青蛙妈妈的嘴，小青蛙就画好啦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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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螺旋状，螺旋状的腮红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这里呢，空白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写上想对妈妈说的话，比如说 love you 啊，妈咪，我爱你妈妈之类的话。好了，希望你画好了画以后，可以送给你最爱的妈妈。母亲节快乐，谢谢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哦。